提到大地豪宅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骄傲的门面担当。温哥华有 Shaughnessy， 本拿比有 Buckingham Heights， 高贵林有 Westwood Plateau 等，而数里就不得不说 Panorama Ridge 了。本区以大地独立物为主，以及上面几个社区没有的性价比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位于全景林的一栋两万尺大地豪宅，5748123街数里。这栋豪宅建于1998年，土地面积20211尺，方正平整大地，坐东朝西，房屋面积6217尺，六卧，五个全卫，两个半卫。整栋房子位于街角，是高低角落豪宅，隐私性极好。据说曾经是一位电影巨星在温哥华拍戏时设计建造的。钢筋混凝土结构，抗震表现强劲，建筑用料上乘。当年在建造的时候用的都是意大利进口砖，屋内铺设羊毛地毯，极尽奢华。室内车库可停3辆车，室外更多，最多可一次停15辆车。门前配有豪宅必备的环形车道，超大的前庭花园，屋外是私家运动场。进门处旋转而上的樱桃木楼梯，辅以黑金铁艺栏杆，充满欧式古典韵味。进门右手映入眼帘的就是庄严华丽的会客厅，会客厅红色的天花板格外挑高，跟四周漆金的罗马柱交相辉映，气派非常。会客厅的超大窗户占据整个墙面，采光极好。全屋除了有多样定制木制品，厨房也配备了定制的意大利橱柜、天然石台面和意大利瓷砖。中厨密闭性好，西厨超大岛台，可以实现多种用途。餐厅、厨房、家庭房和半开放的茶歇室，敞亮通透，相互连接却又互为独立。超大窗户及玻璃门展示出了房屋内部极好的采光效果。六卧，五个全卫，两个半卫，豪华的主卧空间，除了壁炉和步入衣帽间的设施，还配备了超大卫浴设施，黑金罗马柱设计都让入浴也是满满的仪式感。通向私人观景户外露台，尽享清晨的阳光和远处的山峦，美好的一天由此开始。功能齐全的家庭影院和游戏娱乐室在设计上依然采用了大窗，大开间风格，采光充足，影音设备，樱桃木小酒吧，大壁炉，桑拿等一应俱全。2000尺的面积也是聚会宴请的好场所。交通上来说，这个房屋面朝内街，既有高速交通的便利，又不会有沿街房的噪音，距离 Costco 购物中心都在很近的范围内，还有4-5个城市公园和高尔夫球场。小学 Colebrook Elementary， 中学 Ecole Panorama Ridge 也只有3到4公里的路程，顶尖私立学校 South Ridge School 离这栋豪宅也只有14公里。欢迎来电预约参观。